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释迦牟尼佛去土里天，为友好伊个老母摩耶夫人，甲一切天神众生，那么去天顶结下安居三个月，讲了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《阿毗达摩论》等等。所以呢，然后伫个九月十五迄天，佮转来个九月十五迄天答应，九月二日迄天。回来的世界一个人间继续在人间弘扬佛法，所以这个月在佛教叫做佛陀天降月，来纪念释迦牟尼佛对土地天来到人间无用神通，然后呢上帝玉皇大帝用三色金梯啊，所以跟他天顶的老梯金银银铜，然后呢佛陀行中啊，上帝玉皇大帝在边啊，来拥护佛陀回到人间。那安尼呢，和世间的人一切天神讲，哇，原来天顶同大的上帝甲玉皇大帝，拢是佛的地主，拢护持三宝，和这个世间应该对佛法更加大的信心。所以这个月每一天所做的功德，念一遍来，十亿倍。啊，所以这个月各位拢唔好做歹代志，每人食一块吧，不然嘛是十亿倍啊。所以伫佛教内底呢，那九月份一定叫斋戒月啊，一月、五月、九月，所以乃至再加上呢农历七月普渡报恩月，所以今年你若无食素食咧，同就即四个月来食素食。那不是讲假寿是对在美人，意思是身口意要从家里呢，不管在个做清净，乃至对众生做慈悲，安尼呢来学习佛陀的心口意，佛陀的心态行为，对待众生的方法，所以而这样而产生功德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累积功德，如果你不累积功德资粮，那你就不会成佛，也没办法消业。那不过在这个世间浮浮沉沉啊，当然佛陀制定八关斋戒是要让我们在家菩萨种下出家的善根，也让在家菩萨觉得原来出家一天比在家做皇帝好。不然我们都会沉迷于忙着赚钱、照顾家庭、爱儿女、爱先生、爱太太，忙于世间的成就，那这些呢并不能解脱了，甚至会让我们造更多的业，而且呢不断的生老病死、六道轮回。所以佛陀希望利用六斋日乃至呢斋月来提醒我们。所以各位就像关在我们就像关在监狱里面，关在监狱里面，要不要赶快出狱啊？唔通连来得胆乱癌生囝剔除啊？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成就，这个就是世间最大的痛苦，比较、计较，大家都希望我赢过你啊，我比别人好，满足于这种赢过别人的感受，甚至看不起别人的缺点，
就在是是非非啊。那这东西起心动念，这叫做贪嗔痴烦恼。那只要你内心保持在这种贪嗔痴的烦恼，那你的身口意必定造业，那么必定造业就必须种下轮回受苦的因。所以我们做人是算善道，但是你只要做人，你还是要领受你做人累世所造的业报。感情债主，哎呀很痛苦，金钱债主，还那贪慕急，杀业债主，哎呀跌倒生病，所以爱别离苦等等等等，来自这个世间各种的现象，大家都很担心呢、啊。环保的问题、生态的问题、政治的问题、天气的问题，那本来这个世间就是这样纷纷扰扰，业报不是人可以控制的。所以冤亲债主不高兴啊，二次大战那这些战死的亡灵不高兴啊，就造成大台风、海啸。动物灵不高兴，非洲猪瘟啊，那这个世间就一直在如此。但是人类不了解，想尽办法用各种的科学武器、政治各种方法，想要达到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等等。但是好在人台湾人还知道说，爱拜神呐、啊，爱尊敬啊，天地神明。但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方法？因为特别各位，我们到新店大明讲堂，每次一来，门口就是一摊，我顶边啊，等哎，马浩拢咧排队，迄毋是要拜佛，要买咸酥鸡啦。啊，然后呢，隔壁菜市场那么多人也不来八关斋戒，要来买猪肉啦，吃鱼啦。所以各位，这是咱的责任，你们啊，我来修改就好，我管你，我跟我无关系，啊，你就足可怜啦，无慈悲啦，啊，佛教的慈悲呢？人来，各位也来，你要刷刷一大丁来，去菜市啊，洗洗，啊，来哦，来哦，对我来哦，啊，要给敲多啊，所以早上就有一些菩萨讲，师傅来对我，我众生的烤，哭得很凄惨，想到被烤的鱼啊、猪啊、鸡啊，啊，在哭，因为很可怜嘛，我们这边。天天摆着动物亡灵的牌位，就是希望他们来哭啊，我们来度啊。所以这是慈悲，众生老痛苦，咱就要给救啊。然后呢，外面还有一个小鬼王，带着很多小鬼进不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来的护法神很强啊，进不来。所以来护法神开恩，三宝引导。啊，外面所有男女鬼王、一切鬼魂、动物灵，同来法会。南无波波地地七里多里干他耶多耶，好啊，这里边啊，这个叫慈悲啊、哦。我拜佛，我打坐，我很安静啊，我心很平静，那叫自私啊啊。所以佛教大乘佛教的目标就是要。帮助众生啊，我们时时刻刻还可以想着众生的苦，所以我们来修八关斋。修八关斋的所有的功德，就是回向化解众生，早得离苦得乐。所以我想，大乘佛教学佛最主要的目的是下面来承担佛陀的慈悲事业。啊，所以各位爱记得这。唔通干啦，问家己啦，啊！大部分来问我，师父，阮孙，师父，阮囝，你也拢无要问师父，众生要安怎？啊！迄搭菜市啊，红台，迄搭门口的老人，迄搭车弄死的。所以各位报纸，逐工拢咧看，拢咧看，但是咱来去解了解啊，看会到拢干啦，演囡仔摔死，迄个车弄死，啊，迄个去用台死。那么你来足关心，看路窄路更小，想话那无迄个能力，所以咱来念佛，佛如能力，乞丐念佛，帮助他们。咱虽然咧食素食，那但是骨较侪众生，逐工拢咧互抬挂住，修足艰苦，那为他而精进持戒修行啊，
所以我想虎头公十亿倍功德不是为自己，而是赶快累积各种的功德来回向减低众生的痛苦，回离苦得乐。那我想这个是大乘佛教八关斋戒的基本，多布施甘露。所以今麦众心爱家烧的烤的，现在众生贪欲多，所以目犍连的妈妈叫咽口鬼啊，增重比丘的妈妈咽口鬼，所以佛陀要增重比丘，佛陀告诉增重比丘用水供养所有出家人啊，回向给咽口鬼。那我想我安尼讲的意思，大家八关斋戒，大乘佛教，目的拢为了众生。但是为了众生，你自己就要持戒清净，你才有那个力量。如果咱自己持戒无清净，动机无圆满，就算你持戒清净，不是为了众生，也不是大乘佛教，最多跟你做的小乘阿罗汉啊。所以要有这种持戒清净，来再加上一种大乘的发心，为众生。就像我们这一次，当然我带团出去，我就会看到一些现象。到了一个海岛，大家在那边房间都没坏，都在那边海边，但是暗时大家都说拍困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在都是杀鲸鱼的屠宰场所盖房间，哎，哦，那较大的所在没盖，就去打的台，安尼啦。那你想想看，6000多只鲸鱼哎，在那边。后来现在很多国家都配合不杀鲸鱼了，剩下只剩下两个国家还在杀，一个是挪威，一个是日本的。所以日本这下败啊，啊，台风、水灾、火灾，什么叫鲸鱼呢？都是有大影响力的人，大威德者系下来做大鲸鱼，然后鲸鱼从台西要变成大将军。琉璃王带着将军毁灭释迦族，那两只鱼比大只而已，还不是鲸鱼呢啊！所以这两只鱼王带着所有小鱼投胎变成军队，然后呢回过头来把释迦族全部杀掉。杂波安怎死呢？除了用都抬台湾把白卡白手都会投卡几百只大象这样踏来踏去，踏没死了再丢到河边慢慢的会淹死。查某呢，剁脚剁手，你就袂走啊！啊，想要剁脚剁手，够你捌切过鱼啊无？准备剁脚剁手，切过鱼啊，鱼啊死，你甲切就好啊，安尼啊。这个业报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呢，但是伊嘛无法度帮助他的亲族，唔是无法度，一直甲人讲唔通杀生，哎，要忏悔，但是要不要做，看自己吧。所以他是这个业还是要自己受啊？啊，虽然释迦族已经不杀生，这三天他们都没有反抗，他们看到红台，他们还是能够守不杀生的戒律来念佛。虽然戏啊啊，释迦族升天呐、啊，死的过程特别要干苦，所以各位记得哦，戏的过程特别要干苦。老菩萨来戏啊呗，特别要干苦，你懂吧？靠好戏。死了去极乐世界，卖多啊拖刷啊！哎，为了福报就好多啊，所以就爱准备、爱修行、爱忏悔、爱念佛、爱慈悲。啊，无免咩死嘛，无好死就艰苦啊！所以当然佛陀这样示现，那些示现让我们看到业报的可怕。虽然皈依了，目犍连尊者。打成肉酱呢，目犍连尊者呢，相我比他厉害，神通第一呢。但是因为站在该他都无想要忏悔啊，乃至呢神通来臭屁，看东看西哦，呢，结果业报来，神通都飞不起来，娃娃怕死，所以最后用他残缺的肉体爬到佛陀面前忏悔啊，那忏悔完以后才死啊。目犍连尊者，所以各位爱爹爹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跟他大导演，赶快演一场大戏啊！其实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真相是什么？
所以让我们去思维，啊，那我得要被冲下高贵的宾博沙罗王，啊，你可以用毒卡吸那嘎嘎啊。所以护持佛教的波斯尼国王姚西盖因波姚西勒把靠国王呢，所以哎，富贵的人如何如何，有权力的人如何如何，最美的妓女如何如何啊？那佛陀是把这个人间真相告诉我们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哇！所以咱未来改脱生死，咱来好好啊，去不管再改。不要有一点世间的成就就活在这个骄傲啊，要精进啦、啊、不然呢这下开始在互相敲多啦。摩米人嗰啲丢感情啊，摩米人起码植物人啊，摩米人还开刀啊，啊摩米人特别死啊，这是属性。所以各位唔通干啦烦恼惊孙。公平的，唔通讲一直咧烦恼惊孙，你家己就袂解脱生死，免落烦恼惊孙。你可以卡侪钱，唔是害死伊，可以唔在生死都要咧开你的钱，这样没有意思。咱来将生命的问题、根本的问题，同根本的生老病死、轮回问题，放咧心肝内底。啊，这叫做解脱道，同最外要解脱生死。好命歹命，迄是一个因缘果报，念一下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业报，六道轮回。迄是一个果报，那个不用求，对不对？你也散不掉，都是自作自受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所以，好好啊，乞丐唔能去伤害众生，好好啊，布施，哎，就好啦。但进一步呢，一定要解脱生死，啊，无呢？皇帝嘛，安尼夭死，皇和家己的囝毒卡死。阿瑟士国王，咱今日有法度听恁这，看恁这附近拢是阿瑟士国王扶持的呢。结果呢，伊死了下地狱。虽然下地狱，家在又做哈恁这神书扶持三宝，叫乒乓地狱的，落去听一下，跟白起来呢。安尼冇听到呢，啊。众业清报了，因为有忏悔，台西老爸、关老母有忏悔，所以好好啊，护持三宝啊，忏悔。但是果报，结果伊叫像台西阿瑟士国王，你台西老爸，伊是叫因囝台西。为了地位，管你是不是佛教徒，开好的戏的好的戏，为了地位啊。所以龙树菩萨迄阵的国王改变会，国王的囝都唔甘愿，阮老爸拢未死安尼，结果嘛是伊想办法让伊老爸死，免让伊老爸死，太死因输因老爸就死。所以呢，杀死了龙树菩萨，用稻草啊，所以因为龙树菩萨五百岁虽然无杀业吧，但五百岁进前的杀业。卖为了挽一个草啊，无拄好将一只虫干剁做两块，安尼呢，草也使甲斩头，安尼啦。哎，皇帝是佛教徒，囝嘛是佛教徒，但是为了要抢着地位，拢唔是佛教徒啊啦。这两个也记哦，啊，恁翁去用抢去，靠个边死，迄叫做你唔是佛教徒。啊，那安尼，那安尼，为啥迄阵呢？只有利害关系，没有佛法啦。什么叫佛教徒？有惭愧心。哎呀，今天事情来了，惭愧心，难怪当怪塞，那是自己的业，赶快来忏悔，赶快来弥补。哎呀，所以遇到事情，有法度接受，那叫做佛教徒；有法度超越，那叫做解脱徒；有法度慈悲，那叫做菩萨徒。哦，我喊你听，我才知影众生听，足听。足听，从我即马出家，我知影各位，逐工都咧听，安尼啊，你先咧听，过来爱翁爱某爱囝，足听足听，听到要死。这世间肉体听，小可代志，心肝听才是大代志。死嘛放袂下，对不对？死嘛，搁咧想要安怎？后世人我搁要来，安尼啊，唔惊听，搁要来，听无要紧，敢那查某囡仔咧生囝，听到要死，安尼啦。
刷了爱甲要死，刷了个痛甲要死，个生生来痛，安尼啦。所以爱是比肉体痛较痛的。你生一个囡仔，不过是十个月小可无方便，要生迄一两空较痛。但刷了你都爱痛足久安尼，各位一听也别听，通唔通个叫人生囝，要好死哦，安尼。所以你也想清楚，你就未生啊！讲生生哈，这家己都啊苦到要死，家己都有诶，老婆煞都啊拜拜到足疼啊！你唔爬起来吗？你脚未酸吗？为阮囝啦，阮囝咧破病啦，安尼，伊身躯都疼到要死，跪喺涂骹。我讲去龙山寺，这老婆煞跪足久啊！讲，嘿，老婆，嘿，叫我跪，我跪未落去，嘿，石头诶呢？啊，你安尼跪啊，固定伫念哦，我都啊，阮囝咧破病啊！我求观世音菩萨啦，观世音菩萨灵感嘛。啊，另外一个较少年的查某菩萨，跪足久伫遐，直直跋杯，我跋做鸡孙啊，跋一点钟，安尼，啥？哎呀，行无袂下，变哪处理啊？啊，问菩萨啦。当然对菩萨有信用，但是脚足疼，脚足疼。我讲，爬起来就好，想怎？随缘就好啊，那边跋。你若讲跋面啊修行，跋紧面啊跋阿婆面啊好，去放下就好啊啦。啊，随缘呐。所以那七点有时候各位要想一想，八关斋戒的目的是一种放下，放下是一种智慧，放下是一种功夫，来做一搞，来做一搞。你们讲，我都无法度啊，心肝软啊，放不下。啊，放不下，你就卖多细细念。好唔好啊？放未下就卖细细念，佮讲一遍。安呐，你都要欢喜啦，甘愿啦。无你念啊久要创啊，佮念到恁囝去，恁老爸对我歹。你害你家己都无搞，你害囝啊！可以对老爸无信任，对婚姻无信任安尼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你修行啊，了解我的问题在哪里啊？然后我要放下这一些自私、冷酷、懒惰、不热忱，所以我觉得我回到大明讲大经这边蛮安定的呀，阴沉沉，蛮安定的，阴沉沉，无啥人啊，马靠拢是人，内底无人，干好鬼啊！那为什么这个没有很积极？各位要很积极去关心市场的人变化啊！那不管在爱叫几个来，好唔好啊？后摆来咧市场叫三个坐头前，无叫着请坐后边。啊，你爱叫人，叫人那个自卑，变哪回合伙啊？想尽办法，所以我特工转来咧菜市啊，把好的费用轰啊轰，看下赶紧要租出去无？叫咱来租。素食店、素食咸酥鸡、素食卤肉饭，我等下想啊，奇怪，哎，那行李还好，拢未到啊呢，啊，连槟榔嘛未到，咱工地也无够，量无够，未到啊呢，啊，所以世间的世俗的物件越来越啊，就像电动玩具啊、吃喝嫖赌啊，越来越兴盛，对不对？但是。佛教不兴盛，所以我这样讲是希望各位修八关斋戒，念一遍来为了众生，其实别人讲啊很难，为心点了就搞好了，啊，要想尽办法让佛教热络，啊，你要来修八关斋，你要准备一礼拜出去给别人去讲去拗，安尼啦，想要修八关斋，有什么利益？超度众生。咱这拢免钱的呢，免钱嘛无啥人啊，因为这些因为咱无去尽力啦，所以各位要有这种积极的热忱，然后一日来过一日回去，下回一日来一日回去，坐几困，那个都孤独地狱，一平一平哦，你一日来哦，啊，因为这些孤单老人，未来要出家，搁家己一个，安尼较好过，准备养老。啊，所以那这个出家不代表修行，在家也不代表不修行，
修行在你内心里面，内心要对佛法有真实的了解啊，所以没什么才是真正修行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安呢了解，这是一个解脱道的基本三业清净。辛苦无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爱染，种种毁恶业、口业，卖骗人、骂人、公然是非、公布意义的话，进一步。咱这个嘴都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流软语、好听的声音，劝人合佛，这无简单呢。有的人定来用佛法讲骂呢，啊，用佛法讲骂呢。比如讲，我吃菜，骂伊无吃菜，安尼啦。我感觉我对，啊，骂伊合佛唔对，啊，这用佛法讲骂是足无慈悲的呢。啊，佛法的重点是慈悲，既然国家唔对，嘛是甲对方。欸，我安尼好好啊，改悄悄啊，慢慢啊改讲安尼啦。咱未使将世间法搬来佛法，老爸咧骂囝啊，班长咧骂兵啊，所以安尼你讲骂啊，认为我是对，你是错，安尼是唔对诶。啊，佛教啊，永远以慈悲、以柔软做基本。但是我发觉现在很多佛教徒，哎，拿着佛法批评别人、骂别人。啊，而且讲得很难听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哎呀，这个就是，这不是佛教，这是一种很残毒的心去踏经了。所以各位我点来讲呢，蛇喝水还是变毒啊。如果你的口业不好啊，嗔恨心强啊，你没有悲心，你读大乘佛教有用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读大乘佛教，就大乘佛教就是为了慈悲。那慈悲必须表现在你的外表，啊，当然解脱道我是阿罗汉，麦加恭维，那是另外就会说，因为我要隔离这个世间。那菩萨道所有的修行是为了对方，啊，接近对方，你愈拜我愈爱亲近你，去加个人间监狱，去老人院、残障医院，啊，去地狱，希望哪一天修到能够直接下地狱恶鬼道。可以帮助众生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今天不杀生不偷盗，那我就可以骂人家，就是我做到，但是别人没有，我要对他很慈悲啊，愿带众生受无量苦啊，然后呢，想尽办法要让他慢慢引导他，让他快乐。所以我把看到一个做官的破病病到要死，就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杀业邪淫很多，还有另外一种了解，就贪污很多。但是没再个供，现在跟他讲的是杀生，先个供。回个后几再个供，哎，那你男女不要乱，安尼啦。啊，这两行拢较好啊，搁一条较外较大条贪污呢，咁即死无啦，顶死人。先个供安尼，我就这安尼低调，你安尼规身躯拢钱低调调，所以你即马中风，还叫做贪污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的脚手拢袂叮当，贪污安尼。所以啊，你先忏悔顶世人，忏悔有较好啊。哎、欸，一世人嘛有，你想看嘛？啊，一步一步来，因为咧做校长啊，我贪足济啊，啊，所以你要一步一步，那你一开始啊，你都无水准，你做校长个贪污，他就渡不了他了，了解吗？他的心里秘密被你知道，他就不要了。这个佛法不好，啊，佛法不好。来信其他的直接升天啊！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你没有一点点的善巧方便悲心，你有些话不能说的。当然，如果这个人是有高根气的，真正要修行的，鬼也要给你摆，你可以一针见血。